手蔡佩軒 Ariel 去年由加拿大回流台灣正式加入樂壇，嚟緊八月尾 Ariel 會舉辦演唱會同埋推出首張個人專輯。呢日彩排期間，佢嘅偶像韋禮安都嚟咗探班，兩位都係高音派，就喺現場鬥飆高音一較高下。記得回來，歡迎。正常了，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给我，来一个。记得回来。好好玩。记得回来。哦，男生这样很高。小金，小金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好，那换我了。你应该还可以再更高。我来个这个。好。Ariel 嘅海豚音，连韦礼安都话劲。作为前辈嘅韦礼安就将佢嘅演唱会圣火交棒俾 Ariel， 祝佢开唱成功。再送上佢嘅养声孖宝，包括琵琶膏同半大海，令 Ariel 非常感动。这是从小听他的歌长大的。对，等一下他会不会？等一下他，对。没有，就是以前就是回台湾的时候，那时候刚开始听一些流行音乐，然后就有听到他的歌曲，然后就觉得哇，就是唱歌好好听又好会创作，然后那时候就觉得是就是在音乐路上面学习的目标。所以他是你的菜吗？他是我的偶像。为了演唱会， Ariel 近来闭关练唱，仲积极健身，希望到时有令人眼前一亮的新形象送给大家。到时仲会有特别嘉宾亮相，会有不同的嘉宾出现，对，还不能透露是谁，但是绝对会让大家觉得哇，这个组合非常的新奇有趣。所以不止一个。不止一个。对，会有点提示吗？会有点提示吗？有年纪最小的可以讲。年纪最小的嘉宾可以讲是不是？好，我们会有一个非常很萌的姐妹花，胖球跟紫拉，他们其中会，对，会帮忙就是出来，然后站台一下，对。